野兽派十周年的活动，桂花乌龙与大鸡。今天我们要请上我们野兽派的好朋友，我们的俊俊子，跟大家一起来玩我们的比赛。来这边 ，Hello， 进，吓我一跳。哈，又是我，又见面了。来，欢迎我们野兽派代言人龚俊。哎哈喽，各位同学们，大家好。哎，非常开心又见到大家，也见到杨洋哥了。是的，你拿着扭蛋机干嘛呀？有没有一点就是很想玩的这个？我们到那边去，边走边说。Oh, OK OK， 帅不帅？你看我拿的是什么？哇塞，护手霜。是的，十周年野兽派桂花乌龙护手霜。哇，真的，果然代言人第一时间就能够拥有我们的这个新品。这是对我自己觉得应该拿着它。来，非常非常非常香，我今天第一次用。是不是？我买的还没发货呢。我们先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这个扭蛋。好的，我们一会儿呢，作为我们野兽派代言人俊俊要现场来试一下这个扭蛋机，看看它这个造型是不是？玩一下，我刚才看到了，但是还没玩，还没玩对吧？因为你是全球第一个玩的人，真的假的？真的，必须。不行，我刚才同事已经玩过了，他老踹我，没关系。但是我们在扭之前啊，我们要先做个仪式感啊。我们这个十周年的野兽派的主题叫做桂花乌龙，桂花乌龙啊，月下团圆。所以我们今天准备了桂花乌龙的香水，我刚才已经喷过了，是不是？其实我在生活中其实不是很经常，就一般是在重要的场合才会喷香水。哎，比如说走红毯啦，比如说今天，哎，这种过生日啊，对不对？十周年的时候，哎、对我们现场给大家，包括摄像老师一起闻一下我们的桂花乌龙香，好了，你选一个。大香还是小香？这次大香小香有区别吗？好像都是桂花乌龙香。哦，小的有金色喷头。哦，小的金色喷头。看一下，哎呦，果然。哦哟，你喜欢哪个？这不是两个都一样吗？这个很金啊，都很 bling bling 啊、差不多，都喜欢就对了。都喷一喷。好，都喷一喷。大的给你喷。好，谢谢。它是喷这儿的。你怎么感觉像喷杀虫剂一样？我教教你。啊，上次学过啊，对对，上次我们在扑扑的时候，熊猫扑扑的时候，哎，你喷了吗？到底我刚刚蹭了一点，你喷给我的身上了。OK， 抹一下脖子，嗯，很到位了啊，可以了，再给你喷一点，太多了吧？没事儿，没事儿，今天回去舍不得洗了这个香味哈，因为这是这个十周年的新香啊，太值得大家，而且桂花，你哎，我真的很喜欢闻桂花的味道，对，很有这个回忆，对不对？国风的感觉，对的，哎，包括我们今天穿的也是，是的，再来一个好不好？护手霜有好手气。哎呀，护手霜我刚才已经拿着，我已经刚才已经试用了，已经抹上了。是的，我买了三管，直接给大家看一下，俊俊抹护手霜的节奏。我抹护手霜非常简单。有什么要领吗？我跟你学一下。直接一挤，差不多这个量。嗯，搓搓搓搓搓搓搓，搓搓搓搓搓，看看我们待会儿看看能够抽到什么，扭到哪个龙蛋。哎，手气搓出来也是不用那么用力啊。好香啊，对不对？很舒服的味道，很舒服。哇，我很喜欢这个，好想给我们直播间的朋友一起来闻一下哈。是的，我们先放在这儿哈，准备了，那我们就开始看你的手气的时候了，坐下来吧。所以它这里面有什么？哎，我也很好奇这里面有什么，大家也很好奇，对不对？有桂桂龙，我们身上这个就是桂桂龙，它的名字叫桂桂龙，是谁起的？是野兽派起的哦，你满意吧这个哦？桂花乌龙挺可爱的，桂桂龙，对不对？但里面有各种各样的这个我们这次的十周年的桂花乌龙系列的单品，单品对，看看俊俊会抽到什么，好吧？好，准备好了吗？开始你的扭蛋时刻，扭一个第一个龙蛋。这个是个什么？哇，哎，你运气可以啊，这是什么？这是啥呀？香囊。这个真的很香哦，对吧？香囊的数量这是不是可以放车上？是吧？对的。哎，这个真的很香，这是，而且还可以放在那个包包里随身带的。赤子之心，哇，就很适合你的，对不对？对对对对，赤子之心一定要有赤子之心。第一个扭到了香囊，哇，这个也是桂花乌龙的味道，对不对？是的，但是这个是送我的哈。啊，送你送你，你说了就是你的。这个，再下一个送我好吧？你帮我扭一个。待会儿放到我的车上，那就把这个送你。哎，怎么回事？我看一下一个是什么，我选一个。不用了，就这个了。这孩子，这是什么？这应该是香水吧？哇，桂花乌龙的小支的香水。哦，那个擦了那个护手霜，但是就跟这个是一样的味道，但这只是个随身带的小样啊。这个很方便，嗯，这个也很适合，随便放在包包里哈。秋天的时候，哎，对，出门带这个，家里用这个。对对对，再扭一个，看看还能扭出什么奇迹来。扭一个不一样的，什么意思？好好玩啊，这个。哇，又是一个香囊，应该。这个我想问，这个盲盒它是卖的吗？还是它不卖？哦，只是我自己玩。再有钱都买不着这个。又是一个万千宠爱于一身。哦哟，这不就是你新戏的那个角色吗？太子
寒夜万千宠爱于一身。哎，但是寒夜一心只为一人。嗯，通常太子都是这样的。是的，是的。哎，我们看一下，太不容易了。他，喂，好像香味都是一样的。对，都是桂花乌龙香，只是寓意不一样。那你喜欢哪个带子？我要这个。相当不一样。要，这个可以放车上。好了，我们这个是一个小型的这个。不对，是不是还有个东西没拧出来？你再扭一个试试看，好吧？果然很厉害啊！不是，不行。他看得到这里是不是？在哪儿？都一样的呀，这个没有拧出来。这个没有拧出来。这样，哥。哎，这是，这个是什么？怎么会有这样？哎，真的是皮的不行了，真的。这个很。大家刚刚那段假装没看到。哎，我扭出来一个。为什么没有拧出来？因为它的概率很小，说明它比较贵重。嗯，但是我们也要给大家看一看，看对吧？这是什么？这个厉害了，这个是我们的桂花乌龙的香膏。这可以干嘛？这可以就是随身携带，它是一个有点固体的那种香膏。我给教你啊，我也刚刚新学的，它是这样对折一下，哎，所以是，然后你把它这样挤在手腕处，但它是固体的啊，这香水啊，你试一下，你试一下，你轻轻的挤一下，别挤太多啊，省着点用啊。不是，这护手霜吧？不是，这是香膏，挤太多了啊，这位朋友，香膏，你这样也是可以这样对着，像香水有点太多，今天晚上回去有点睡不着了感觉。哦，这个也像香水哦，高级了。哦呦，天哪！我不知道，可能有一些朋友他可能香水会有酒精的问题，他会过敏。哦，就用香膏就不会有这个问题。哦，厉害呀！我第一次见这种东西，学到了哈。嗯，学到了。惊喜还不止这些哦，这是一个小型的扭蛋机，我们还有一个大型的。在哪？请看你身后。不是，在这里。哦，我还以为是这么大一个呢。巨型的扭蛋机，来，我们这个大的扭蛋机里边的东西又不一样了，又会有惊喜。话不多说，直接扭起来。你可以站起来扭。卡住了，哥。卡住了。太大了一个，是不是？哎，掉了。来了。这是什么？哦，香水，看看啊。我现在我们对环境里特别好闻，都是好好看这个蓝色。给镜头看一下这个包装也好精致，这是个香水。哎，为什么？有什么区别吗？更大只一点，是不是？更大毫升一点。啊，这个要更大一点。但是这个包装就更加值得收藏了，是的，上面有着很精致的图案，很精致，这是桂花。嗯，我很喜欢闻桂花，真的。你吃过桂花糕吗？哦，我吃过桂花糕，那个也可以。我们四川那边很多桂花糕，很好吃。所以你也会因为桂花想到家乡，对吧？是的。再来一个，我们再扭一个。它这个方向反的，它这个方向跟刚才不一样。OK。哎，这是香水，哎，还是一样。那再扭一个。这个是什么？一样的香水。看看这个是啥？还是我们的香水啊！来，你们又要用同样的方法，这个比例有点不对，放的。这是香水，是扭龙蛋的这个好玩的地方。我们把整桌子都扭出来了，我就不信。从哪儿掏呀？来，从这儿来。不行，掏不出来，就像抓娃娃机一样，这个。对，一定要抓到自己想要的那一。一定要抓到限量款。哦，这是一个不一样的了。打开看一下，这个仿佛不一样。这最后一个了啊，这个扭完。哎呀，这个有个香囊，还有一个香水，写的什么？摇摆不在，摇摆不在摇摆，不在摇摆，不在摇摆，不在摇摆。嗯，更加坚定的追求自己的心之所向。这个也香水，所以这个香水是可以喷在这里面的吗？它本身也是香香的香囊。我其实很想给大家看一个我们一个厉害，我们又违规操作了。违规了你这个。哦呦，香薰。对，蜡烛。这个啊，这是香薰，香薰蜡烛，香薰蜡烛，嗯，这个厉害了呀，拆了一桌子，我们自己都带走，这个给大家看一下，这个好看啊，这个好香，嗯，这个太好看了，好了，所以这么多，大家如果想要的话，今天一定要留在我们野兽派10周年的直播间，一会儿果儿呢也会给大家继续来派各种各样的这个龙蛋啊，祝大家都有好运，然后。今天的直播的尾声的时候，君君是不是也给大家分享一下？因为我们今天讲到10周年主题嘛，月桂乌龙啊，给大家一起来分享这个啊，桂花乌龙，共同来、重新说一下，我们10周年的主题，桂花乌龙，对，一起要求大家祝大家这个中秋快乐，祝大家中秋快乐，恭喜发财，恭喜发财，祝大家就中秋节都能够团团圆圆的，然后有着这个桂花的香味啊，哎，是的，跟大家一起过一个。
愉快的中秋节。然后我们把镜头再切回我们的直播间，拜拜。